海贼王漫画1106话的首批情报已经更新，本话标题为在你这边。当土星黄猿准备消灭掉岛上所有人的时候，路飞已经可以行动了。之后在黄猿行动之前，路飞又一次一拳打飞了他。与此同时，波林了解到路飞的真相和他的能力后，这一回他终于在路飞身上看到了尼卡。这时候岛上的和平主义者也有所变化，因为贝加庞克动了手脚的关系，故而和平主义者的控制权限跑到了波林手中。见此情况后，土星立马气急败坏地攻击了贝加庞克。在本话的最后，对于上一话中登场的神秘势力终于揭晓，那就是他们其实是巨人族的多利以及布洛基。最后最为重要的就是下周休刊。